来是一个条件非常好的男孩。张超挺逗的，有时候。吴亦凡同学有时候虽然看起来很酷，有时候完全是一个活宝。就说他二了吧唧的，有的时候像大男孩那样乐呵呵的傻乎乎的。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我是僵尸。大家在工作，他是来娱乐大家的。来，大家把手举起来啊，不分为几货。年龄就是一条轮。剧组里他可能是人缘最好的，很容易跟别人成为朋友。他的成熟超过他的年龄，而且还挺有才华的。他又会弹吉他，也会钢琴，唱歌也很好听。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。其实演戏这才是我的梦想。虽然他是个男孩，但是他有一种男人的气场。人生那么长，可以有一人天天逗你开心，是一特好玩的事儿。重要的其实就是不忘自己的初心，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自己的梦想一个一个去完成，一步一步的走向自己想要达到的地方。因为降落，我不能失去你。知道。你怎么在这儿？